的话，底下这边有个圆哦，那你们我想这地方的话，你可以切换到东南等角，第一个东南等角。那在这边的话几个图形，那第一个就是这边有个圆嘛，所以你这边的话呢，这个圆的尺寸呢，你给它一个大概好了，这里大概给它个大概15左右，15 enter 好。那再来的话，这边有个五边形啊，所以这边五边形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选择多边形啊，多边形的话呢，给它5 enter 好 enter。 我 enter 之前哦，等下先给它一个线好了，这边的话我们给它一个基准的线啊，辅助线。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线上面有一个基准哦。那我们再来的话呢，利用这个多边形啊，给它6边。6边的话呢，哈，那我们第一个呢，它这边有个中心点或边缘，那我们选择中心点。那中心点的话呢，这里哈，我们就在这个中心，这个先把使用图示哈。 这个先把使用图示哈，在锁点的话，我看这个地方我们让它显示中点好了，好，在中点的地方哈，那用这个内接好，好内接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六边形的话呢，给它大概25左右，好，25哈，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上面再给它一个矩形，不过矩形哈，你要抓中点哈比较麻烦，或者说你画一个矩形都移过来，在这个端点也可以。 或者说你可以再利用什么呢？利用那个多边形啊，多边形的话呢，给它4边好了，一样。那4边因为它有一个中心点嘛，所以你这个中心点就给它。那再来的话用内接好了，那给它一个啊，自己绕一个方向。好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像这样的形状啊。那再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在工具列上面，我们之前有给各位这个上面这个哈，这个叫什么工具？